大家好，我是小灯，今天我来这儿薅点信。不是自己家的玉米，薅玉米感觉跟偷玉米的似的，赶紧走。白，你搁那转了？你哥哥这也转了呀？我跟你说，不，哎，又黑，笑黑笑半笑回，是吧？人户嘞，河南日报不用标了，光给他打荷包标就妥了，都不下的，光标着照片妥了。原来你标保值了，这还用标价了？标价吧。我找个西瓜给你加个西瓜汁啊，这个小的吧。赶紧来吃吧呗，热乎嘞。别晃了。白，你个五点起床啊，开始捞一套。中了。好吃。